金色绝学，你们都选了哪个呢？这四个金色绝学，不论职业，光看技能效果来看，哪一个最强？当然，首先你是玩什么武器，就选相应的绝学，这是最正确的。其次，如果说你当前的金色绝学已经有了，就可以去补一下副武器的金色绝学。比如说你主武器重剑，有了破剑士，那么你这次就去拿这个吸取无反就可以了。这四个绝学光从伤害上来看，最高的当然就是我们护手的龙战预言。其次呢是破剑士，再下来呢是焰回祝融。焰回祝融的话，它就是一个下限比较低，但是上限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技能。你的增益效果越多呢，就能造成更多的额外伤害。一般来说，我们给自己身上叠上四个啊，就满足了它的最大伤害。四个增益其实还是非常好叠的，相比于之前的测试，现在的轻剑伤害可以说是大大的削弱。之前的这个增益状态造成额外伤害可是没有上限的呀，唉。光从金色绝学来看的话，护手有可能会崛起。你们现在都在玩什么武器呢？